一个组合哦，有请 Michael 组合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麦克超人组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元，今天中心来自哈尔滨，现在北京做助老师，这是我的搭档凡凡。凡凡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你今年多大？今年6岁。哦，有什么才艺？你忘了呀？我跟你一起跳迈克杰克逊呢。哦，跳 Michael。因为我本身模仿 Michael 跳舞已经有10来年了，但是我不想走老路，因为我看到很多模仿者啊没有什么太多新意，所以说这次我想啊组成一个组合，我希望能够有一种全新的形式去呈现在大家面前，给大家啊能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，有信心吗？有。那你觉得我跳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？我白教你这么长时间了。那你谁比我跳得好？迈克。那谢谢你对我的夸奖。不用谢。这个小朋友是谁呀？自己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凡凡。叫凡凡呢？凡凡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几岁了？今年6岁了。6岁了。属什么的？属鸡。老实在。特别的可爱哈。这小朋友跟你几年了？我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我找到他的，因为在一次就是我是本身是做街舞老师，在一次教课过程当中，我看到俱乐部里有一个小朋友跳得非常好，非常认真所以我就非常留意他，而且咱们这个节目有话好好说，是一个全新形式的一个节目，所以说我也希望有一种全新的一种尝试所以我找到他，准备突破以往单独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，准备呈现一种全新形式的迈克尔杰克逊。好，两个人要一起来表演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掌声鼓励。By thirst, I'm inspired by worth. I desire your worst, so you can just hide while I work. I ain't tired, you first. I'll write a second, third verse.